TWICE 九名成员出道以来，几乎都以团体活动，在出道第七年续约之际，总算开放各自。九名成员们也终于开设了各自的 Instagram， 其中奈莲前几日追踪人数一天就增加20几万粉丝。原本以为是因为即将出 solo 的缘故，没想到有许多网友发现，明明没有追踪奈莲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动追踪了奈莲的账号。网友才正感到奇怪之时，还有一些人表示自己因为和 TWICE 成员同名而遭到删除账号，其中还有粉丝高达23万的网红账号也直接被消失。受害者表示 ，IG 突然显示侦测到不正常行为，账号消失后，自己原本的追踪者几乎都自动追踪了奈莲，而那些人也都表示从未追踪过他。同样的受害者还有和彩英同名的账号们，目前看来应该是因为与艺人同名被判断为假账号，粉丝也被转移到艺人账号下，感到困扰的受害者们向 IG 求助也迟迟未果。